蜘蛛的味道。哦啊！哎，啰嗦懂，我把我直接接种的我会吐哦。哎，导演。啊，你这些东西看起来是很奇怪的呢，好像我今天需要我的朋友脸光大小。怎么会奇怪呢？干净又卫生啊。这个是干净又卫生啊。对啊。这种的东西你有吃过？最近看你很累，你就一直加班嘛，你要上电视啊，你要上网络啊，哇，你黑眼圈都跑出来嘞。真的吗？嗯。不是，你到底知道黑眼圈在哪里啊？我们在。这些东西呢，就是让你吃了之后可以精神很好，可以让你变得更帅。张宇，我觉得你好吃的东西就是很可怕的东西。什么？真的，你每次就是这样子一起变。为你好哎。真的、哦。对啊。哦，好的，那我们试试看吧。Interesting。嗯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闻起来像。好像是一个腰呢，啊，怪怪的那种的腰。这个叫做鸡精。鸡精哦，的鸡，所以我们不是吃鸡，是在喝鸡哦。他把那个鸡的最好、最营养的地方都输到这一瓶里面了。啊，鸡头呢？还有鸡脚，可能都在这一瓶里面。啊，这个不行。哪有那么恐怖？嗯，很奇怪的 taste， 好像你出饭、吐东西、盐巴什么都没有加，然后放在外面一两天。你想着鸡，然后你再喝喝看它嘞。那我给你苦茶，你像是可乐，然后你喝。我觉得喝起来有点像酱油。酱油比这个好喝。你要酱油，我会喝酱油。那不然我喝一瓶这个，你喝一瓶酱油。来。真的假的？来。怕你明天就死掉哎。好像不行。这个是放在右边还是左边？右边，右边。Damn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嗯，闻起来就有一个下雨的时候，地上不是会有一个味道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土的味道吗？对对，是土的味道。哎，你有喝过？有啊，这个我有喝过。哇好，宝啊！哎，垃圾桶。垃圾桶。我把我直接接种的，我会吐哦。真的？才第二个而已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你猜啊，你刚刚都喝一口了。这个是鱼。对，有点像海鲜类。你知道蛤蟆吗？蛤蜊。蛤蟆是什么？蛤蟆。哦哦 ，clam。clam。哦。也是好几个 clam 包一起入在这个里面，就是他们会蒸精华的汤，然后会到这里面喝一瓶这个，等于吃了好多 clam。给我吃100个 clam 比较好。你知道刚刚那一罐啊，喝多了对男生很好。老板，你今天有讲话呢，终于呢，这个会对男生好，什么样？喝多了，然后晚上会冰冰变。冰冰变变是什么？啪啪啪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个我喝多一点，老板讲的。怎么样？哦、oh! 老板，我觉得我冰冰变变会比较厉害。老板，你这个不要喝哦。下一个，来，它好香呢。对，你这样子十块就没了。这一罐你猜多少？50块。No。100。这个一罐160。160，这个刚刚喝了就可能20块了。哇哦，这个到底是对男生怎么？没有，那对男生什么了？哦，啊，不然我们喝这个干嘛？漂亮。皮肤会好啊！这个导演应该是你要喝的吧？黑眼见的，这叫燕窝。鸟在它在筑它的巢，你知道它的 neck 的时候，嘴巴里会有一种黏黏的东西。然后这很怪耶，你刚刚顺口说进去了。它有处理过，它鸟的东西吐出来之后，羽毛啊、大便啊弄一弄，挑走之后就会有。哇，导演来来来来来，再给你喝。这很怪耶。我不管，养颜美容。所以你每天喝这个？我有看起来很有钱吗？可是，好，放在这里就好了。来，你这是什么豆子？这只是配料而已。这个的主角是白色的，透明白白的。对对对对。来来来，我吐出来。还好，它有一个很奇怪的 feeling 在我嘴巴里面。它好像一个东西，是什么东西？它会给你一个甜点。就是这个，然后一点 QQ， 然后有的时候会加这个爱玉。我们在乎，真的不知道中文名字呢。王博，你是什么东西？沙瓦吧。
我的头变夸张了。这个人说是 A， 这个人说做 B， 这个人说 Z。哦，大脚。我要吃这个白色的，刚刚。这就是莲子，这好吃哎，它吃起来有点像花生。莲子没去腥哎。哦，很刺激。下次给你吃。就是让我撕掉的意思。让你健康。是 interesting 的意思。观众都说王冠讲的东西都是怪怪的，坏很坏的，对不对？它是海鲜的吗？它不是的，这个叫做雪蛤，它在一个动物里面拿出来的。哇、哦！会怕哦。什么动物？跳很高的。Kangaroo。不是。在河边啊，溪边啊，在那边跳很高的。Frog。God damn！ 这其实也是蛮贵的哦，这一碗130。它是一个特别的青蛙，会在雪地，然后在中国那边，然后它靠近大腿那边会有一块这个 fat。杀了很多青蛙，喝了大概20个。那你们在你们国家会吃青蛙吗 ？No， 我们国家的人就觉得是亚洲人会吃青蛙跟蛇。可是我看你不怕啊。嗯？你还在吃？你那时候在热炒店不是有吃那个三杯甜鸡吗？那个一开始我在吃，我觉得是鸡肉。哦、oh.。对，后来讲的他说是青蛙，我说哎。哎、欸，不错呢。然后嘉明说他要吐，靠杯，那是大家一起才吃啊，真惜哦。哎呀，黑枣。阿大，为什么你今天给我黑枣？就是我的甜点哦。其实不是黑枣，是什么呢？可是也不是苦茶果冻哦，没有那么坏。哎、欸，可是好像是黑枣呢。嗯，试试看吧。Interesting。牛粉是先吃。等一下，这个我要切掉一点点，应该是恐怖的东西，要吃一点点。这个没什么 taste， 有点苦苦的，可是没有到苦瓜那么苦。那它其实有配料哎。配什么料？ Interesting， 这边是什么东西？ Sugar。是啊，你就撒一半啊。哼。哎、欸，太多了，光炸小。还好吧。Interesting。啊，你的妈！啊！导演，你不是说是蛋？哇、oh、God damn！ 你还，哎、欸，你还用我漱口？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好咸！为什么这个会加盐巴？网络上有人说加盐巴的话会中和它的很苦苦的，可是加一点点而已。你要快点讲了啦！啊，你就失手啦！啊，这个嘴就没有用了。你不试试看啊？那，哇、oh, ，God damn！ 到底哪时候才要来找我们业配？哦、oh, ，对了啦，你们了啦 ，Good drink 的啦。啊，你这个都到底是什么？不是黑枣汁是什么？这个叫做龟苓膏。龟苓膏，很贵的贵。不是 turtle。turtle， 所以这个是 turtle 做的哦。现在的话已经没有乌龟的成分了。是用吉利丁，就是用一些让它凝固的东西。我跟你们讲，我最喜欢的，真的，今天哦，你做这个，这个英文今天就是 life saver， 然后第二名应该是这个，没错。哦，这个没有加盐巴哦，还好可以吃，掉500块我可以吃完。这两个我真的忘了是哪一个比较恐怖。你再试喝一次嘛。啊？那如果之后接到基金的业配，你会喝吗？这个我们会讨论。问你们哦，我这个刚刚喝完，看来我目前呢有没有变帅？在那边。觉得有变帅的，请扣一。觉得太帅了，谢零。谢零。嗯。那你是零还是一？都可以。啊！太神了！哎、哦！哎、欸！我是一。一。很变态，真的，色狼。什么？嗯，我是 straight， 对，所以我是道。哎、欸，我在台湾很久，这个我是道嘞，坏坏的我都知道哦。阿鹏，你知道是什么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哦、interesting。哎呦，经理。One punch， 这给你。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嘉俊，这给你。啊，这个呢，男粉丝。啊，女粉丝的话，这给你。逼死哦。嗯。